在干嘛呢，优米？你的头巨大，你更像一个棒棒糖了。帽子 OK 吗？帽子合适吗？可以吗？顺你要更大一点的。听不到。顺你要更大一点的帽子，优米。可以吧？我以为你在开车。姐姐好严格，要注意安全。比如说头发呀、鞋带呀，一定要绑得特别紧。教练，你不要等一下，我去回去了，然后。比我开车开的还要更凶猛，你还是要注意安全。他妹妹都超过教练了，妹妹超过教练了，好酷！哇哇！就是你知道转弯都是有技巧的，就是。你要怎么去？其实赛车是要去计算你的时间，时间越短就转弯那个时候啊，就要算好那怎么转，为了节省那几秒是吧？甩了好几条街啊！超级累的开卡丁车，我觉得一般只能撑个7到10分钟一场，如果太长手会特别酸，然后后面没力。哇！差一点。好可怕！我直接跟在他的后面就 OK 了。妹妹来了，怎么样，优米？很累是不是？转弯之后呢，就是你先这样算之后呢，然后呢，你到下一个你要注意，不能转弯之后就往放松。对，对，可是像贴着比如说这个一号弯，你外内外，你外线抛去以后就没有角度了，你发现那我是不是要从外到里？外到中间就可以。刚刚应该是从这，对吧？内就是 A 到。一般就是外内外，但是这个弯不一样，马上有右弯，你知道，它这个上面推荐的线路是拉到最难。但我觉得拉到中线，因为靠近还是要吃弯心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就是 A 开始就是这是一个半圆，半圆它的。